做好饭喽，土豆丝儿、蘸酱菜，还有春饼，春饼卷土豆丝儿，叫他们爷俩吃饭去。看我琪琪宝贝和爸爸干嘛呢？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哎，你们爷俩干嘛呢？做美甲呢，给琪琪。什么玩意儿？做美甲啊。做美甲？嗯。怎么做的呀？我看看。先让你看这手，看看。我看看。瞅瞅。哎，我的妈呀！可以啊，妈，老公，你我看看吧，看看琪琪来，哇，这咋这么好看呢？你爸不啥做的呀？不知道啊。这啥呀？美甲纸，粘贴呀、啊。这，哎呦我天哪！啊，看，哎妈，真好看。这个，嗯，看看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哪个手指头了？小的。小还差一个了。啊、嗯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别动，太好看了。转过来。那天我做这个美甲，我做这个蓝色的，他就想做，我说你太小了。然后今天给他买这个粘贴，看看伸直溜的，看看我吗？太好看了，宝贝们，看看。你的手指盖不好看啊？我的好看。我宝贝这个带小动物的，妈、啊，带小猫的，真好看。小猫还有猩猩。那天我做这个美甲，他就说真好看，他想要做。然后你就好看的。然后今天你就给他买这个贴纸了。对呀、啊。还有这么多呢，还能做好几回。妈，真好看，好几回。我看看宝贝，来给妈妈粘一个行不行？ 不给妈粘这手指头，给妈粘一个，粘一个宝贝。这小孩啊，就一个，我也喜欢那小猫了，给妈粘一个。给你妈粘一个吧。我来一个，别那么抠啊。给你妈粘。来，我就粘这个大拇哥上来。哎妈，我琪琪宝贝那真好看。哎，孩子爹、嗯，那以后我就不用做美甲了，然后你给我买这贴的，那我以后我就贴上得了呗。行啊，这还省钱，这才几。这才一块钱哎妈，真好看，宝贝妈妈看看来了。哎呀，丑宝贝，太美了。都有啥颜色？告诉爸爸。嗯。啊，什么颜色？绿色。啊，红色。啊，红色。我看看。紫色，红色。我看他说的、啊、说的对吗？说对的，这个是爸考你，这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这个。粉色。这个。蓝色。这个。紫色。这个。白色。哎呀妈，真好看。这个。绿色。这个红色，这个红色，紫色，黄色。看我老公，哎呀，真好看，宝贝呀、啊，这回你可以天天做美甲了，是不是？还有玩具？还有啥玩具啊？给我来，我可不看了，我就看这是指甲就挺好看了。妈呀，这啥呀？洗衣机。哎呦我天，你这一天呢、啊？你这一天天的呀？啥都有，啥都不缺了哈，洗衣机。这不有病了吗？感冒了吗？我给你买点玩具玩吧。哎呀，玩吧，还在想呢呢，还真能洗啊，能洗。我看看，来，你打开盖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看这里边。哎妈，还真能动呢。对呀、啊，这一天天这设备啊，哎呀，齐全。宝贝啊，那你这么高兴，给妈唱首歌呗。不会。唱一个。一只小猴荡秋千那个。来吧。一只小猴荡秋千，嘲笑恶极。哎呀，真棒！两只小猴荡秋千，嘲笑鳄鱼被水淹。鳄鱼来了，鳄鱼来了，嗯嗯嗯。你可停吧，停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可别说了，吃饭了。今天吃的春饼。吃完饭还去溜溜是吗？这一天天还走。吃完饭带我老公去溜溜。先吃吧，一会儿他姐姐还得回来呢。啊、他姐姐还没回来呢。走，出发。宝贝先吃饭吧，要不然他饿了。吃饭去，宝贝，走。你爸都走了，你还不跟着吃饭了？快走吧，吃饭了。